敌瓦，你用敌瓦能打得动啥？这我是 Sojin， 正在确定 Maximilian 的位置，给我几秒钟。走了，敌瓦谁都打不动，他只是他可能只是因为有个这个机器就不容易死。屁嘛！敌人的运输机来了。我的神器。好多人病狂暴了，先把这个秒了，可以发现双人技能，狂暴了，哦，哇，这个 AI 就有点智能了，它会打我的炮台。完成任务，我已经打开通路。Max 进入酿酒厂之后，就追踪不到他的位置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刚才点了传送，然后呢，我从二楼摔了下来。做好一切准备。狙。爆的那种类型，我要下去了。我已经打开通路。
如果来刺杀你的，你就点边上去。好的。来。完全恢复。哎，懵了吧？哎。哎。谁都上来了。我觉得哎，这个传送门挺好玩的。那肯定。屋顶下来了。你这传送门真好玩，来回传送，办法总是人想。懵了，叫他们回来吧。嗯。
叫他们回来，还不行，先把这里面人解决掉，说什么就运这个东西运到目标完成之后就可以回来。好，扫清这片区域，然后炸开大门。boss 来了之后开打，这他妈完成了塔防。是不是不解决狙击手人就无限刷呀？天哪！我怎么感觉这人无限刷呢？我觉得他会过来。我就把解决掉了。我两个，我也下来，我也下来，看能不能。解决了一个。是那个狙击手，现实由我来掌控。糟糕，我刚点传送没点到。地王很强，
那个在哪里？他说什么？我还没放，刚才他吹过。哦，我说重装骑兵。哦，别下了。厉害有吗？是，迪瓦很厉害。嗯。